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， 今日請嚟好朋友 Vix 傾偈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hello， 寶傑。係啊，嗱，最近咧啲環球資金流行咗一啲新方向出嚟，所以捉你上嚟咧，傾一傾究竟對於後市有冇啟示？因為一踏入九月咧，個個都話哇，傳統波動月啊，同埋又話美股啊跌硬市啊咁樣啦。